我都甲背头的丝巾救回来，而且你的动作会当安尼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你伫咧古早时代哦，绝对比迄个盲剑客厉害千百倍。哎呦，老公，你无做大侠，真正就可惜安尼。当今武林，舍我其谁？想给我是千年难得一见的练武奇才。练武奇才，老公，你安尼太浮夸哦。另外，是不是嘛？感觉伊安尼就浮夸哎。啊！你哪会用这种表情安尼看圣贤啊？是不是我讲唔对什么话啊？圣贤，你对我讲的话，咪姑要不要讲过？咪姑细汉的时阵，伊上大的心愿就是想要做一个行侠仗义的大侠。创啥？你是要替我写？你水面，家己的作业，家己负责。我甲周瑜想讲，你写这么久啊，还没写了，想要看你写干哪？唉，我有点就是写作文，要编一个故事是一忝的代志。有影啦，面骨到今嘛，刚写好几句话尔尔。我的梦想是做一个称霸武林的大侠。因为大侠是勇敢的，是独来独往的，伊袂因为无妈妈就感觉寂寞。伊武功真强，嘛袂好人欺负。哎，你安尼真无礼貌，那会当哪谈哪笑啊？我的梦想本来就是做一个武功盖世的大侠，有啥好笑的？哈，小雨，你快进狱啦！我的梦想让人笑到安尼嘞。金宇不是甲你笑啦，是感觉你最勇敢的，甲安尼写给老师看。这本来就是我上进的想法啊，想叫我是千年难得一见的练武奇才。我爱查玲啊，一直教我笑，我要入去洗身躯，往好困。你别生气啦，你不是讲过？大侠，大天拢爱练武功，你今仔日的武功还袂练，哪会使去休困啊？就是啊，今仔日你想要我甲金宇陪你练什么武功？当然是我上厉害的一招蒙眼夹树叶。OK。出招。时阵过的生活嘛，伤趣味啊！无参像我，只会当叫许氏韦伯阿生芭比娃娃。恁竟然会当用迄个大富翁的玩具纸钞练功夫，有机会我嘛要先看卖。哦，我是建议上好是卖啦。你也知影，快乐是短暂的，要过想买的时阵是做痛苦。你讲遐玩具纸钞哦，一张一张捡好势，只要搁伫个涂骹安尼豆豆用，啊，还是做牙假哦，卖啦。啊，大概听到恁家米姑哦，这样厝边过去啊，我都足兴奋呢。就算讲米姑啊，今嘛无伫个，啊，不过伊也是永远活伫恁个心肝内。
无甲伊放袂记。若是会当有情人也是朋友，嘛参照安尼甲我记条条的，我就足满足啊。真可笑，我连我家己到底是啥拢唔知影。谢谢，爱抱着希望。你放心啦，我帮阿老阿伯哦，应该会找饭菜阿闭门伊啊。就算伊即马还是唔肯讲老实话，按我相信，总有一天一定能查出你心事算数。你也对阮爸有信心，伊哦是全世界上了解饭菜阿的人。我唔是无得等啦，只是即款懵懵渺渺，唔知家己到底是为倒位来，这种心情真就真无爱。不管最后查到我的爸爸妈妈到底是啥，就算讲因是少年的通缉犯，我嘛欢喜甘愿。哎呦，老公，你莫胡白乱想，你的形势袂遮尼悲惨吼。不管我的形势是好是歹，这拢无重要。重要的是我想要确定我家己是啥，是啥物时阵来到这个世界的，莫亲像是路边。还是最高阿边，随风随水野草同款，对任何人一点意义拢无，安尼就有够啊！这个时阵哦，我着做希望讲，你会当有年过十分之一乐观就好啊啦。你想看卖，即马伫你的身躯边，毋然有两蒙子，有我，还佮阮哥，就连阮大家官嘛拢真心咧对待你，迄着表示讲，你是一个逐个人爱、逐个人疼惜的人啊。所以你对家己一定要有自信。今天讲也忘唔掉啦，星星，只要你拍开你的心，就咱决定你要用什么款的态度活落去。只要你愿意，今嘛就是你重新的开始。今嘛，对，就是今嘛。王子，今日当麻烦你替我去提垃圾。哦。您是安怎要点蜡烛啊？今日也不是我的生日。下当是你的生日啦、啊。今仔日有你亲手做的胖，也搁有你的身躯边有遐尼侪爱你、珍惜你的朋友佮亲人。只要你愿意，就参像拄只阮哥所讲的，今仔日就是你重新的开始。所以，下当是你新的生日啦、啊，老公。以后，逐年的今仔日，我拢会陪在你的身躯边。谢谢，你当许愿啊。我的愿望就是，我想要知影我家己到底是啥，我想要知影我真正的名，有啊，真正的身份，甲我所爱的人。甲朋友会当继续生活落去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我相信你的愿望一定拢会当实现的。多谢你，多谢你的祝福。